女神宋茜，有请。好的，我们首先要恭喜宋茜成为本届的精英女神。我觉得宋茜穿着这一身华服真的是超级光彩动人，觉得是女神本神。好的，我们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精英女神的这个帐袍啊，它是由我们中国知名的设计师彭金倾力打造，这也是她为第十届精英女神赵丽颖设计礼服之后第二次操刀我们的女神帐袍啊。这一次呢它是以光芒为主题，所以打造出了这个可以闪闪发光的礼袍。可以说呢打造这款礼袍大家不知道真的是挑战重重，因为在10月14号精英女神观众投票截止之前呢，无人知道量体裁衣，所以自己的以往设计礼服的一个经验，特意在这个礼服呢背后设计成了大 V 型的绑带的设计。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管是哪一位女神，她的这个 V 大 V 的绑带呢都可以调节松紧，来展现出我们女神曼妙的身姿。而且我们今天的这身会发光的礼服也是在我们直播电视当中首次的一个大的尝试。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礼服它的中间层呢是由一个金色透明的网纱，最外层呢是一个镶钻的网纱，所以说在舞台上的效果在灯光下会凸显得非常的闪耀。而且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刚刚宋茜上来的时候也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大裙摆呢是由这个金色的羽毛组成的，它在我们灯光下呢也会发出闪耀的光芒。而且最重要的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那就是精英展翅高飞。好的，我觉得我们宋茜也为我们完美的诠释了这套礼服。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开始发问吧，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Hello 这边好，我们继续啊。主持人好，宋茜好，我是云南日报记者金娜，我想问两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这个我们的金女神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悬念点，当您知道自己就是获得这个荣誉的时候，您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您觉得就是我们金女神作为我们金英姐的形象大使又意味着什么？谢谢。你好你好。当我知道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激动，就是优秀的女演员在中国真的非常非常多，我能够有幸能够获得这次的这个荣誉真的是非常开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与肯定。另外您的一个问题是就是女神作为金姐形象大使，你觉得她意味着什么？首先我觉得金女神是金杰的一个形象大使，那其实就像我觉得就像我这身战袍一样，它真的非常的重，而它的重量就是我所要承担的。那我既然作为精英女神，我就要担负起让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精英节，来支持精英节的这样一个任务。包括精英节其实给我们每一年给我们电视人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也希望我们中国的电视能够越发的万丈光芒。谢谢。好的，谢谢宋茜。我们的提问继续。好，那位朋友。茜茜你好，我是湖南卫视关威军，我想请你评价一下身上的这件女神帐袍，穿上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以及今年金女神的出场方式很特别，从天而降有没有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会不会感觉有点害怕？我先回答您第二个问题，真的非常的紧张，因为是从上面降下来的嘛，就是真的像飞下来一样。然后就是最开始会紧张，因为就是穿的鞋也比较高，对，然后没有这样过的经验，然后就我觉得是一个彼此信任，就像金英姐信任我一样，我也非常信任我们现场的技术人员，所以在
试过之后我就完全没有担心了。对，然后战袍我穿上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听说它有将近30斤。30斤。对，然后里面这个材质也是真的就是可以发光的材质，是独一无二的材质。然后设计师老师呢也是经历了很久，然后把很困难制在一起的材料把它这样缝制出一身衣服。我觉得穿在我身上，其实我穿了4件衣服。对，其实我穿了4件衣服。我觉得就是昨天穿上的时候设计师老师们都要哭了。对，我觉得我是身上有好多好多人的自豪与骄傲，还有他们的一个一份荣誉。对，所以这身战袍我觉得感谢所有为这个付出的所有人。确实只有多方的配合才能给我们打造出今天独一无二完美的这样一个视觉的盛宴。好的，我们提问继续。好，这位朋友。你在这届金节当中凭借电视剧《下一站幸福》和《节爱》获得了优秀电视剧包括网剧的提名，同时还获得了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的提名。那么在后天的颁奖典礼上你有信心拿奖吗？以及就是你作为一个非科班的演员，然后在演员的这条道路上一直非常努力，你觉得今后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电视人？谢谢。我觉得其实优秀的演员真的有非常多，然后其实现在也不分科班还是非科班，我觉得想要去做就努力把我想做的东西做好，用心去做就够了。至于其实已经得到了这么多的提名，我已经很开心了，就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那至于结果怎样，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然后结果有，当然是锦上添花，我当然是更开心了。但是就算不能够得到奖，我觉得也是不虚此行。然后我也会把这个当做以后进步努力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谢谢。谢谢宋茜，确实我们也看到了宋茜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到我们今天金鹰节上完美的呈现。那么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金鹰节颁奖晚会上有更好的收获，谢谢你。好的，我们提问继续。好的，其实今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宋茜完美的呈现出了一套我们今天的这套女神战袍。而且宋茜站在这里，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给我们金鹰节的一些祝福。我希望金鹰节就像我身上这身战袍一样万丈光芒，然后能够顺利的进行。好的，谢谢宋茜，我们也期待你能够像金鹰一样展翅高飞。谢谢你。谢谢。谢谢。好的，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放下我们的好，我们先拍照。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金鹰女神宋茜，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有请我们今天晚上开幕式晚会的主持人，我们的同行老师张泽勤老师，欢迎您。张老师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啊，以前总是。